你民进党赌台独真的是非常可恶啊，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就要学亮哥这样论述了。台海中线没了，外岛的禁限制水域没了，联合利剑演习越说越紧，邦交国掉了十几个，台湾没走不出去了，你在逼死台湾的空间啊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民进党敢在那边吹台独啊？只要没有真正的大陆那边的军事的一个很大的行动啊，那民进党都得分了。这个观点是沈毅讲的，上海复旦大学，他就说赖清德就是在赌大的嘛，他赌说只要没有武统，我台独都赢，就这样啊。他就讲一句简单的话了，我只要赌台独没有发生战争，我就赢了。可是我不认为绿人是这样啦，因为绿人会有后果的啦，这个而且那个后果老百姓会立刻感受到，民进党就是用台独然后再赌没有武统我就赢，就这样，只要没有战争我就赢。那虽然说啦，赖清德的票只剩下 40% 啦，那蓝白没有合作当然也是原因啦，可是赵少康他到处在讲台独会导致战争啊，青年上战场，那因为他没有发生，所以就一直没有生效，就这样啊。所以我说这种赌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啊，这我说是要好好论述啊，没有错，两岸还没有发生战争，可是你民进党赌台独，台海中线没了，外岛的禁限制水域没了，联合利剑演习越说越紧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你在逼死台湾的空间啊！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就要学亮哥这样论述了，不然我跟你讲，民进党就是这样赌的了。他说：“你说中国会打台湾？没有打啊，没有打啊，我赢啊。”他就是这样讲啊。你以后就跟他讲，台海中线没了，禁限制水域没了，联合利剑军演越说越小，台湾没走不出去了，邦交国掉了十几个，这种论述一定要出来了。民进党内乱开始了，一定破口了。绝对不是铁打的一块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认为陈廷妃是饱受委屈了，人家是最早经营的人，选市长，那你现在林俊宪，因为你的老大当选总统，那现在就贯彻下来，那现在台南市很多人都要看总统面子啊，你说这个没有怨，不可能啊。2026国民党谢龙介选台南市。苏清泉选屏东县，还有柯志恩选高雄市，大有可为啦！我跟你讲，民进党在南部不是铁打一块吗？那陈启玉有可能成为破口，让民进党的选票大流失吗？还是义无反顾投民进党？我跟你讲，一定破口啦！我跟你讲，民进党是有派系的啦，这哪里是铁打一块？我跟你讲，比如说我们说林俊宪跟陈廷妃啦，你郭姓良爆发个案外案，然后现在被重判，那我们当然知道郭姓良的系统是支持陈廷妃的，那你这个时候爆发个案外案，那把郭姓良这个系统给干掉，那你认为郭姓良的相关的一些朋友会投给你林俊宪啊？你不要做梦了好不好？我台南还是有点了解的，这台南上次就被新潮流开除了几个贿选案的人啊，那几个变成无党籍的市议员照样连任，人家怕你啊，那么容易吧，所以绝对不是铁打的一块啦，我跟你讲啊，目前啊，我认为陈廷妃是饱受委屈啦，人家是最早经营的人，选市长，那你现在林俊宪，因为你的老
老大当选总统，那现在就贯彻下来。那现在台南市很多人都要看总统面子啊，或者畏惧于总统的淫威啊。哦，那结果林俊宪在一个月内挂出200多面的看板，就这样啊。你说这个没有怨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不，今年哦，国民党这个台南市啊，不是今年了，2026了。2026国民党谢龙介选台南市，苏清泉选屏东县，还有柯志恩选高雄市，大有可为啦！我跟你讲啊，民进党内乱开始了，内乱开始了。我认为2026啊，不管是高雄的柯志恩、台南的谢龙介，还有屏东的苏清泉，都有机会。因为他们真的蹲点蹲得够久够深，因为我是高雄人啊，我对南部是很了解的啊。柯志恩他上次跟陈其迈选市长啊，那因为陈其迈真的很强啊，他在竞选连任嘛啊，那柯志恩也还选得不错，接近40%啊，那柯志恩真的履行承诺啊，人家就待在高雄啊，这个就是一种韧性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人家上次苏清泉医生去选屏东县长，他跟周春米差多少票？你可以去看一下，才差几千票啊！谢龙介跟黄伟哲选台南市长，谢龙介选到43%，那苏清泉跟周春米，我跟你讲，两个人大概只差1%。中国民进党在南部支持率一直很高，我跟你讲啊，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啊。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，民进党的支持率，大家也许不相信，你去看历史，为什么陈水扁、谢阳廷他们都是台北人？民进党上早年他在北部的支持度是比较高的啊。你看以前尤清也当过台北县长。本来南部是没有什么支持度的啊，你看那个吴敦义，他第一次选的时候也是大赢啊，那第二次才小输谢阳廷嘛。民进党在南部的支持度是慢慢发展出来的啦，不然你去看台南嘛，台南在赖清德之前啊，比如说苏汉智啦，还有其他人的选举啦，实际上都比现在要更接近。所以不是这样啦，真的就是发展出来的啦。哦，这个也不要说什么选民没有清醒，我们也不要这样讲。我就跟大家讲一句公道话，政治人物就是要耕耘啦，你要坚持啦，你坚持久了就是你的，就是这样啦。因为我是高雄人啊，我对南部是很了解的啊。柯志恩他上次跟陈其迈选市长啊，那因为陈其迈真的很强啊，他在竞选连任嘛啊，那柯志恩也还选得不错，接近40%啊，那柯志恩真的履行承诺啊，人家就待在高雄啊。那我请问国民党以前的人嘛，有继续待在高雄吗？所以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发那个心啊，说我还要继续选。我一定要选到赢为止，这个就是一种韧性啊！我事实上看外国的历史，我常常看到这种例子啊。比如说，你去看法国的总统密特朗啊，你去看他的历史，你看他选输过多少次？密特朗一直到第4次才选上总统，哎，败选了3次。你去看林肯的故事吧，林肯一辈子这样选过来。不知道选过多少次的选举，他只当选过1次，所以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啦。我认为就是坚持啊，耕耘啊。那比如说我的学弟林佳龙嘛，我耶鲁的学弟啊，他就真的盯在台中不走了、啊。他在台中，他不是台中人啊，他台北人啊。他在台中耕耘了10年，才选上市长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要去怪说什么你的对手太强啦，选民没有清醒啦，不是这样的啦，你有没有足够的努力啦，就是这样啦、哦、所以我是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啦。那我认为2026、哦、不管是高雄的柯志恩、台南的谢龙介，还有屏东的苏清泉，都有机会，因为他们真的蹲点蹲得够久够深，就是这样。国民党下次不管是卢秀燕或韩国瑜，因为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啊，他们两个人处理人际关系都是非常周到的啦。啊，比如说你看卢秀燕嘛，卢秀燕跟江启臣两个人初选台中市长，两个人差距只有 0.6 哎、欸。两个人也没有撕破脸啊，合作无间啊，就当选了、啊。韩国瑜这个2020年选总统那次有五个人在初选啊，那你看选输韩国瑜的人跟韩国瑜关系也都不错啊，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他们两位一定会看到，他们一定会做相当的安排。就是这样、啊、就是党中央跟县市长、党中央跟立院党团，还有整个文宣的系统，就给人家讲感觉就是各搞各的，零零落落了，就你不像是一个政党的机器了，这个是国民党的问题啊，我完全同意啊，我事实上也批评过，我公开批评过，那当然了、啊，这个。所以国民党的主席要有体认嘛，我认为朱立伦也面对压力了啦，有那个谢国良的罢免就开始感受到压力了，那这次动员群众到立法院啊，为了这个原住民补偿的议题啊，我觉得我们这些批评他听到了啦，他听到了啦，而且国民党明年就要改选党主席，我相信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也知道这个问题了，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能够做更好的整合来发挥在野党的能量，更何况国民党并不全是在野党、哦、国民党有14个执政县市、欸、对不对、哦、所以这个整合的界面应该要做得更好了。这个政治人物的魅力啊、哦，是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了，很多是学不来的了，比如说韩国瑜讲话就自动成为标题，这就是一种能力了。坦白说了，还有他跟人接触的热力，我常跟，因为我自己在教这个啊，我事实上以前在学校教过一门课叫领导统御啊。政治一个人有魅力是什么？就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光跟热。光是什么？光就是方向。哦、所以你看那个基督教啊，每次圣经在讲好像看到真理都是光嘛，光就是方向，热是什么？他人格的魅力，他感召到你啊，你感受到 你即将投入这个运动，我们最常讲就是光跟热嘛，光就是方向，热就是感召你的那股热情啊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就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容易产生的现象啊。那这个能力啊，民进党历来的领导人里面最厉害的是陈水扁啊。那当然韩国瑜有办法选赢高雄市，如果没有这种能力，根本不可能啊。因为高雄市那个结构你怎么打得破呢？所以一个人一定是要产生很大的光跟热，让人家感受到了，你才会把结构打破嘛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。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。K
换回青春自信。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